主料，肥牛片依照人数，小白菜依照人数，各种鱼丸多多，速冻小云吞一盒，豆腐汤，火腿肠一大根，金针瓜，辅料，火锅调料两包。准备好肥牛片，将青菜清洗得干干净净，准备好各种鱼丸，并且将大火腿肠切成方丁，摆好小云吞放里面很好吃。豆腐泡还有所有的都装盘备用，倒好火锅酱料和爱喝爽口的饮料，第一轮开锅了，可以大吃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follow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